12题同11题一样的 VT 图，好，我们说从0秒开始到运动到第4秒，请问总共的位移为多少？那我们已经知道 VT 图的直线代表所谓的加速度，面积代表所谓的位移，所以呢0到4秒呢，这里的面积呢就是一个 T 型，这是个梯形，那么梯形的面积的计算呢，是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 2， 所以是25加上5乘以高是4除以 2， 就等于呢30乘以4除以 2， 所以就变成30乘以2叫做60，所以呢我们会知道它的位移应该是60公尺，所以第12题呢我们答案选 C， 60公尺。